大家好，我是普里基督教医院院长苏世强医师。2020年我们经历了许多的挑战，岁末年终我们一起来数算上帝的奇异恩典，也感谢大家对普基的支持与协助，让偏乡医疗、长照服务、医疗设备等更加的周全。白袍之爱的感谢与问候，欢迎您锁定好家庭联播网，台中古典音乐台 FM97.7， 台北 Bravo91.3，